为着北美带球的祷告，第十一天，祷告使我们做今天的得胜者，活基督，长基督，彰显基督并繁殖基督。祷告好使我们做今天的得胜者，成为神时代的凭借，赎回光阴，认识神的旨意，抓住机会且充分利用，并忠信的活基督，长基督，彰显基督，并在各方面繁殖基督，为着他身体的建造。